秋天第一顿火锅，不惜驱车300公里。人头马的羊肉火锅是魏师傅做羊20多年的得意之作，每天要送10多只喜羊羊上路。新鲜宰杀，不新鲜不要钱。咔咔咔一顿操作，置入105度温泉中炖煮10086秒。上桌刹那，霸道的香气简直是肉食爱好者终极盛宴。先来上一口100万都不卖的汤底，羊肉色泽动人，炖熟的羊肉软烂入味，蘸上自制的调料，尽是羊肉羊吃的醇香，还有羊肚、羊血等最佳涮物。秋冬天来上一顿性温而不燥、肉鲜而不膻的火锅，乃人间值得。